父母应勿缓，父母昧行勿懒，父母教须敬听，父母责须谆谆，冬则温，夏则清，存则省，温则立，忙多错，勿畏难，勿轻言，谏未真，勿轻妄，谏未真，勿轻言，勿轻言。读书法有三道：勿虽小，勿虽长；父母教，须敬听。我问任何一段，他都会的。凡出言，信为先。下去，下一万。再一万，细可焉。话说多，不如少；唯其事，勿迎巧。不力行，暂且乱。长浮华，他明年才读一年级。他的妈妈告诉我，每天他都给他复习《弟子规》，而且呢，当他做错事的时候，妈妈会用《弟子规》教他。大家给一个爱的鼓励。